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洗澡了，可以上我们的床吗？啊？还不下去？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有洗澡，你还跑到我的床上？嗯，你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洗澡了，可以上我们的床吗？啊？还不下去？你还不下去？那、啊、再不下去？啥意思？这样是啥意思？嗯？你已经两个礼拜没洗澡了，可以上我们的床吗？啊？还不下去？你还不下去？再不下去？